婚就算对方赢了，即刻把它接上场。哇、哦，牛蛙，这波直接牛蛙，现在3-3了。哎，没事，打手牌，没事。吃死我！我说这球，哇，四三，对吧？拿一个新的。Ready go。这张，哦。我们这一局的获胜者是明锐，对吗？恭喜。你说神哪了？没有看病吧就？哎呀，你裙子都拉起来了，给我调紧一点儿。还能这么搞？这个我记得是能调的呀。我们两个是没胜负，都输了。你居然交我一个币了？你投进去了吗？我信你，他不会投币吧？谁比我胜的多了？抓对，他是龙头，他会用头是不是？他肯定封闭了。过，哎。啊，差一点点，他被刷起来了。哦，无言，一对，已经被刷起来了。无言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别刷了。啊！怎么了？他中了是吗？中了。厉害！哎，还有3个币，快，三个币，我给你10个，你都赚不来。哎呀，不好！还有一个，还剩一个币呢。还有一个呢？没了。哎，3个币，你该只赚2次。哎，是吗？要不我留到下次。下次再来。下次一定能赚了。这是现任的吧？娃娃币终结者，终结者，恭喜你，握个手。娃娃币终结者，乒乓球之王，握个手。这是赢我的啊，下次没有下次了啊。下次你还输。那么没有获奖的弟弟们也不要灰心，为你们准备了周边大礼包。我觉得我们是想要荣誉还是想要礼物？大家可以自行交换哦。我这个人对金钱和地位没有很多，我对奖状没有，想不到吧？我还花钱买呢。如果把这个可以给我贴在对象的大腿上，无言可以吗？应该是。哦，这个没问题。各位您好，男孩故事向前冲，谢谢。哇。谢谢弟弟。你好，我是郭秋瑞。看看我们的电脑作品。谢谢。辛苦了。还有谁没有吗？都有了。都有了这块。谁？这片土地已经。你们渴了吗？郭秋瑞这周六有演唱会，大家都多支持。对。在上海红宝有我们龟孙儿首场演唱会，希望各位姐姐可以支持我们，谢谢。不知道各位哥哥姐姐们是不是也想跟我们 Boy Sorry 一起锻炼一下？听说各位弟弟们最近学了一个叫卡路里的新歌和舞蹈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就教几个简单的动作给现场的小伙伴们，好不好？这上我的卡路里，拜拜！珍珠奶茶好甜蜜。拜拜！别再熬夜伤身体。
B 站的正式员工了。不耽误我们重逢，不耽误也不放弃。哎，说不定一会儿到十五楼，可能得再来一遍啊，做好心理准备。还记得你们有一个要寻找任务卡吗？哦，我们要说什么？一波三连吗？哎，我的菜成本一下找着我了，我的天！我才在这坐了半小时就找着我了。那个，给你们安排活啊。好的，好，扫楼去。拿着条去扫去。这么精？对对对，没毛病。扫哪楼啊？一人一个啊，俺从一楼扫到十楼，看一下。来，先把条拿上，先把条拿上。行，你们体力都很好，都挺好的。是，这是你们任务卡，自个儿看一下。肯定的。这边来之前，因为扫楼是真的扫楼，不要失望。我们为你们准备了爬楼加扫楼套餐。Boy Story 扫楼挑战开启，扫楼规则：一分钟之内 ，Boy Story 需要手持扫帚从十五楼扫到十八楼。达成即可解锁五幺五演唱会的宣传。哦，哇！所以说我们的宣传靠我们自己挣。哎，觉得这个任务怎么样？简直了！能带走吗？给大家剧透一下吧，我们演唱会有一个类似的道具。我们拿这个呗，拿这个呗，可以送给你们，赞助你们演唱会道具。哇哇，行，太谢了。然后你们在扫楼的时候要留心一下旁边的，会有我们小的线索卡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那我说开始，我们一分钟的开始就开始了。好的，开始。我来给大家打头阵。开始。现在看墙上。扫，不是要扫吗？扫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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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人上，扫啊你们。会不会在老鼠药里啊？扫，别吧，兄弟。扫。我们得快点。哥们儿差点把我推下去。哦，我们到了是吧？哥们儿一看到现场，差点把我推下去。哎，那我是主播，还有那个金石，这就到了。不是，找到了啊！找到了。所以说卡呢？我们最后，我们最后到任务卡上写的任务，然后下一个任务地点在那边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家可以读一下最新的线索卡哦。完成扫楼任务后，请前往 B 站天台，有萌宠在等待你哦。萌宠哦，天台在那边。是，嘉尔哥那个。嘉尔哥那颗小白点了。叫吧，给我吧。哎，那我不一定敢啊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我干什么？是这个吗？哇哇哇！各位好，有一人答对全部及通关成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认狗，太帅了。胖胖，嘉尔哥报的是那个，嘉尔哥是这个。十分钟计时开始。你叫谁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是胖胖。What's your name？ 我得猜一下他叫什么名字。你猜他叫啥？不是，我先是二选一，胖胖还是胖胖？哎，你们去执行别的任务，我来管他好吗？你们等最后猜完了跟我说一声。他就胖胖对吧？跟妹，猜出来就知道。跟妹是没了。大脚。那叫他不是叫天天吗？这叫胖胖，天天姐刚迷惑你。那个是泰迪吗？那个是蹲妹。叫错了，是不对的。对对对，不应该。那孩子，这是胖胖。蹲妹，哦，这是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他就想跟你玩。这个是柯基，他就是我。柯基。是吗？哦，天哪！你找完了吗？我找完了。如果找完的话，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核对答案吧。好的。首先，这位是狗狗，它叫什么？胖胖吗？对的，太对了。那第二只，这只狗狗叫什么名字？蛋饺。主人他们猜对了吗？蹲妹，这个是天天。天天。蹲妹是那个。你后面的是蹲妹。确定一下这只狗狗的名字。天天。主人他们说的对吗？对吗？对的。好的。天天。这个是这个蹲妹。蹲妹。对不对？对。最后一个就不用猜了。哇，叫什么名字？二饼，还蛋饺吗？不好意思。恭喜我们的通关任务成功！哇，这么说你夹着他，你别拖着他屁股，你夹着他。这个小泰迪过来，这个小那个二饼，对，这么夹着。他视频难以承受，真的，我操，太重了。看看你们。三、二、一。